其他的政治因素，這些是我們是不在，如果不在原這個的，這些不是在這些一考慮的因素之下去進行，我們是要根據一個法例的規定和我們的程序進行的。那我不會在這裡呢是說要一個時間表，因為呢是根據這些程序需要的時間呢，我們是會盡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會是盡快去處理，亦都很審慎的處理，根據程序